OK， 各位老板 ，Demon Magic One 啊 ，Pop Sao Li Le 已经到货了。这个是很容易可以解决你们现在很烦的问题啊。有可能你去了很多趟 SSRI， 叫他调了很多次，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 Pop Sao， 开机跟关机的 Pop Sao 啊。一粒里嘞，直接帮你们去解决，好不好？首先，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那个 pop sound 是怎么来的啊。我简单说一下，开机为什么有 pop sound 呢？因为你的 amp 开了，然后你的 signal 慢给它，一撞上去会有 pop sound， 这个是开机的 pop sound。关机的 pop sound 是因为我们 amp 还开着，但是 signal 断了，所以也会有 pop sound。所以 Demon Magic One 一粒里嘞，直接帮你们解决这两个你们非常头痛的问题呀、啊。而且这个理念我们会做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money back guarantee 的那个承诺，好不好？就是说你们买回去，如果你觉得不行，我原因退还、啊、你们买108块，我就退回108块给你，当然不包括邮费，好不好？因为邮费已经给 JNT 或者 GTEC 专区了，不包括邮费啊。所以你们买了这个东西，然后你们解决不了，直接寄回给我。你买这些东西多少钱，我直接退回多少钱给你。好不好？我们说的 money back guarantee 啊，在 SSRI 界应该没有人会做的。但是我们底们希望你们买到的东西是用得着的，好不好？所以我会做这个 money back guarantee 给你。OK， 这个理念怎么装呢？非常简单啊，各位老板，一个二，一个12瓦，这个很简单，你们可以在你们的主机或者 DSP 的 plug and play 那边拿就可以了。然后一个 ACC in 也是在你们的主机。或者你们的 DSP plug and play cable 那边拿，然后看到吗？它有个 RO 啊 ，RO 就是 remote out， remote 电给你们的 amplifier 或者 active subwoofer， 无论一粒 amplifier 也可以，两粒、三粒都可以啊。超过三粒会建议你们加一个87的 relay 了，所以不明白的到时候我们再聊，好不好？还有一个 AO ACC out 啊，所以做这个 relay 呢，你们要改动你们机子跟 DSP 的 ACC 啊。ACC 电你们的机子的，还有你们 DSP 的，在这里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单，就这样子装完，你们99%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 pop sound 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有做 money back guarantee 给你，解决不了，云云风完啊，各位老板，谢谢你们。